的战术，背快、背直、背飞、背错啊，包括背后的时间差，这些都有很多。然后，所以这些球。的话就非常有用了，非常有作用。布里肖在后三进攻得分。到位的情况下，给到四号位布里肖。这个球是拐弯打了一个直线的调整攻，两边在感觉在考验主攻的强攻突破能力啊，最后还是给到布里西奥后三的进攻得分。布里西奥的四号位进攻就是造成了打手出界，也是非常重要。到位，李潇，这一板斜线的进攻力量非常大。当然在。